我隻眼都好敏感㗎，一敏感起上嚟呢就会出啲风冷呢，一卜卜咁样。哇，搞大半日呢佢都唔退㗎，唉，真係好头痛好头痕啊。大家咪觉得你皮肤几好呢？嗱，因为坚素颜啦，你听我抹干净块面。今日要介绍咩呢？今日要介绍一支呢坚好用坚得嘅吞吞，就係呢一支啦。嗱，呢一支救命水呢，它最勁的功效呢，就是可以呢幫我的敏感肌呢降敏。我以前皮膚不是這樣的，我之前呢我給了相片看，嚇死你的，一笪笪的，哇，一笪笪紅色的，哇，又酸到死，又甩皮又乾又不想粉。那跟住呢我就轉用這一隻東西，這一隻呢除了可以抗敏之外呢，它還可以呢去敏的。你知啦，女人呢如果有紋呢就覺得你老噶啦嘛，尤其是眼嗰啲紋。咁跟住個好處呢，就係、是、好似我有時拍嘢呢拍得眼呀，咁有時就化得妝多呢會黃㗎嘛。啊，用咗之後呢，你睇其實即時都見到㗎，你係又白啦又滑啦，然後啲毛孔呢又收晒喎。咁所以呢我就長期呢擺喺個化妝袋度嘅。我的朋友呢用完之后呢，他们说哇，真是坚得啊，坚得之余呢还要是比他们那些几千元的精华还要好用啊。那这个你就问我啦，啊，会不会很贵啊？一跌都不贵，现在买一送一，百几元之后还考虑什么？我家成幅都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没货啊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又要好像我那么漂亮那么滑的呢，好似 BB 仔咁樣咧，做到而家我執咁耐都仲係靚嘅，仲係白嘅，快啲去買啊！聽講成日都斷絲噶，真係堅得。記住呢支係叫做救命水 2.0。我專登五分鐘之後翻嚟拍呢條片，我係想話俾你聽，我塊面咧，你睇下嗰啲水湧出嚟，越嚟越誇張啊！你睇下，哇，靚到～今天就是我搽第十五日，大家看到我的面依然都是咁白啦，咁水嫩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出街嘅话咧，我根本都唔使点化妆噶，就咁画条眼眉啊，我用眼线啊，搽个嘴咧，咁就搽个底霜咁就出街啦。你睇下，咧冇粉噶。我而家手头上咧有啲 coupon 咧，可以买一送一咧俾大家。你只要下面留言留美儿两个字啦，咁我就有机会咧抽到你成为幸运而攞到张 coupon 噶啦。